剑是武术的四大名器之一，誉称为百兵之君。第三套国际竞赛套路剑术，全套动作64式，其中包括刺、点、崩、劈、撩、挂、云、穿、抹、带、万花等主要剑法，以及轻快流畅的行步、潇洒的跳远难度动作和弓步、马步、徒步、虚步、后插步、跳换步等基本步型，全套动作编排精巧，难度适中，起承转合，剑法密集，技法丰富。演练时强调以身运剑，身法、步法、剑法融为一体，充分展现剑术运动轻快敏捷、潇洒飘逸、气韵生动的特点，其剑法冷静、灵活，攻防转换轻灵多变，柔中带刚，刚中运柔，充分体现剑如飞凤的风格特点。武术界的各位教练员和运动员，大家好！网络课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剑术项目，今天将由我继续为大家进行第二段的讲解。第二段第一小节有几个动作我们需要注意一下。第一个动作，钉步前点剑，做一下。好，起来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首先钉步点剑之前，手上有个绷剑的动作。对，对，绷剑这个动作要做出来啊，要力达剑刃啊，手腕要抖腕。好，点剑。好，点剑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提腕。力达剑尖啊，点剑做出来，注意身形啊，点剑完了身形也是还是要啊，喊腰把精神提起来，对，两手成一条直线，好，起来，这是注意事项啊。钉步前点剑还有它的攻防含义，我们展示一下。好，当对方正面向你攻击的时候，对，你可以用绷剑格挡对方的攻击，然后顺势点剑进攻，啊，来演示一遍，啊，这就是它的攻防含义啊。大家带着这样的攻防含义去练的时候，可能在做动作过程当中啊，你的动作的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好，再做一个动作，穿剑，他要冲向我了呢。好，穿剑这个动作一定要两手拉开。幅度做大，啊，插步要下去，啊，回首看剑的方向。好，起来，而且在穿剑之前，一定要把身体提起来，然后再下穿，动作做充分，提起来下穿，啊，做一遍，提起来下穿，对，插步插下去，啊，两手拉开，好，看向剑的方向，好，起身。动作要点，右手握剑扣腕，在体前力圆反挂，力达剑刃前段。动作要点，右脚上步，左脚跟步，连贯紧凑，
点剑时提腕快速点出，力达剑尖。动作要点：插步时右腿接近水平，穿剑时扣腕内旋反穿，剑与臂成一直线，力达剑尖。第二段第二节的动作有几个注意事项给大家讲一下。好，做一个挽花劈剑。好，好，起来做这个动作。首先第一点，做挽花的时候一定要贴身啊，一定要贴身力远啊，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多同学会远离身体啊，这样是不对的，所以要一定要贴身。贴身的过程当中，要想让挽花顺畅，还是以腰胯去带动这个剑啊，腰身带动剑啊，不要单纯的用手腕啊，腰身带动这个剑啊，这样速度既快，而且会动得更顺畅。这是第一个点，对，做一下试试。对，转腰，哎，腰身带动，很好。对，劈剑的时候，做劈剑之前动作，哎，要充分把身体伸展开啊，把身体展开，然后再做劈剑，下劈，哎，劈剑，好，很好。对，劈剑的时候注意，劈剑要力达剑刃，力达剑刃，给它由上自下劈击。好，劈剑这个动作要注意啊，劈的时候自上而下要力达剑刃，这也是个进攻的技法啊。劈剑是个进攻的技法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结合动作，然后把进攻的状态体现到劈剑当中啊，可能会感觉意识上更加充分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听众，提起丝线还是一样啊，两手要拉开啊，要含腰，要意识向前啊，这样的话一个进攻的状态就出来了啊。武术讲究个形为意啊，技为本，神为情。对，做动作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是用你的形体的表达，把你个内心的感受做出来啊。好，这样如果是这样做是没有感觉的啊，如果是你提膝含腰，可能这样的感觉会更好一点。刺剑这个动作要注意两点，第一，剑与手臂成一条直线，第二，要力贯剑尖啊。好，要完成好这个动作要注意发力的完整性。武术讲究力起于脚，主宰于腰，传于肩，催于肘，发于手，所以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每个环节节节贯穿，形成一个良好的动力链，然后把动作完整的做出来。而且这刺剑是一个进攻性的技法，所以大家在无论做弓步刺剑还是提膝刺剑，然后带着一些进攻的意识，这样呢把你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做出来，可能这个动作就更加饱满。好，给大家做一下。走，剑术第二段第三节的有些动作我们需要注意。首先做一个旋子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如果空中的时候腿要伸直，如果腿要弯曲的话是有扣分点的啊，所以说要注意这个扣分点。还有做旋子的过程当中呢，除了要向内旋转，还要有蹬地的过程，这样旋子才会既旋转又有高度啊，这样的话动作的完成度才会高。好，我给大家做一下。大家看到了，所以说
在做旋子过程中一定也有蹬地的这个过程，往上蹬跳的过程。旋子这个动作也可以去做一些辅助练习啊，比如自己平时做一做啊，单个的这种蹬地摆腿的辅助练习啊，找一找蹬地的感觉跟摆腿旋转的感觉啊，这是自己训练的时候做的一些自我辅那个练习，也可以通过教练与运动员配合。好，把电话放下。对，教练和运动员配合，走，坐。对，通过辅助托起，让运动员找到蹬地空中的感觉，啊，这是两个辅助的练习方法，希望大家了解一下。好，做下一个动作，做盘，面向。好，做盘这个动作大家注意，做盘以后一定要注意含腰，啊，身形略微倾斜，然后呢？去看向剑的方向。好，而且坐盘是有扣分点的，大家需要注意。第一是臀部要贴坐地面啊，第二前腿一定不要离开地面啊，无论脚后跟还是脚尖任何部位都不可以离开地面啊，这是两个扣分点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起来。第三节的动作当中有云剑啊，云剑有它的攻防啊，攻防意识，攻防练习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当对方向你刺剑攻击啊，你可以用云剑啊，云剑拨开对方的这个攻击，然后再进行防守反击，好，这是他的攻防意识。希望大家在练习过程当中啊，带着这样的意识去练，这样的话，可能动作的感觉意识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好，云剑这个动作啊，大家要注意，第一。要在头顶画平圆啊，一定要平的啊，不要剑的位置路线不准确啊，一定要平圆啊。第二是以手腕为轴啊，力达剑刃啊，是这样去做的。还有呢，它是一个防守性的这个技法，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呢，通过上下的波动要做出这种防守的意识来。我如果想把动作做得更好啊，应该就是也是以腰身啊，以腰带臂，以臂带剑，腰身剑协调统一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。走，好，做一个望月平衡。好，望月平衡这种动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啊，首先平衡的稳定性要有，第二要注意腰要塌下去啊，身体弓起来，对，然后看向支撑腿的方向，看向剑的方向啊，这样动作会把手撑圆，这样就优美一点。好，而且望月平衡大家注意了啊，这个是有扣分点的，是有三个扣分点啊，现在给大家说一下。来，好，起来。好，第一个扣分点是上体高于45度啊，如果上体太高的话是有扣分点的啊。第二就是头位向支撑腿侧，拧腰后视啊，这是个扣分点，大家要注意啊。第三就是屈膝腿的脚面啊，要绷起来，要绷平。好，下落。对，这三个扣分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做望月平衡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不要太慢。如果是战战兢兢的话，这样既影响你的稳定性不一定稳，还会影响你的演练啊。我建议大家在做望月平衡的时候啊，一步到位啊。还有建议大家在做望月平衡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要太战战兢兢啊，最好是一次到位，这样的话动作既美观也会提高你的演练水平啊。你比如望月平衡开始动，不要慢慢的起啊，尽可能的一步到位啊，这样的话动作会更漂亮一些，而完成的话对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啊。针对望月平衡这个动作呢，我们有一些辅助练习，你比如这种平衡球啊，可以单腿站，对，单腿站立啊，通过单腿站立练习这个脚踝小腿方面的肌肉啊，增加你的平衡能力啊。再就是好，平时练习的过程当中经常的快速练习起，好，落，起，落啊，这样多次的重复的，你平时练的速度越快，可能在比赛当中你稍微慢一点成功率就会更高一点
右手握剑，以腕为轴，外旋平匀，头部上扬，以身带剑，身线协调，动作要点。右腿伸直，保持稳固，左腿屈膝后摆，小腿扣回，上身前俯，右拧挺胸，右手握剑内旋反撩，力达剑刃尖端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剑术项目第二段内容讲解完毕，希望大家有所收获，我们下次再见。